看一下这批桂花都是非常不错，有大庭院、别墅、工厂，种上这么一对儿还是相当的高端大气啊。因为桂花有着荣华富贵之意，寓意是非常的好。看一下每一棵都是树帽都是非常的圆真和丰满，等到开花的时候满院飘香，特别的漂亮。像这种桂花花期都是在两个月，陆陆续续的花期是不断的，一直开到九月份。像这种装的放在庭院里还是非常的大气。这边是这种高干桂花，粗度都是在15到20公分，分枝点都是在2米，冠佛有个2米，盆上高度大概3米。像这种高贵也是非常不错，都有着荣华富贵之意，种植在家里也是非常好，作为庭院绿化也是相当的不错。都是像这种桂花都是我们本地桂花，零下20度室外都是可以过冬的。看一下每一棵树形都是非常漂亮，冠幅都是在2米左右，粗度都是在10到20公分之间都有，大小规格齐全。有喜欢这种老庄桂花的朋友可以下方评论区留言。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这边全部都是这种大冠幅的桂花盆景，特别的漂亮。桂花它是寓意也是非常的好，种在家里显富贵。看一下都是大冠幅的，都是圆树帽都是非常的圆整和丰满，每一棵都是特别的漂亮。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有喜欢这种庭院桂花的朋友可以下方评论区留言。咱这里桂花品种大小规格都是非常的齐全，这种高干的还有这种庭院盆景的。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